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饼饼。今天要来讲的就是二号瓶衡柔肤露化妆水。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我刚洗完脸啊，根本不需要擦水吧，我的脸上就已经水水了。这瓶呢，化妆水是要做什么呢？它可以帮助我们软化我们的角质层，让我们的后续保养品吸收，再次的去清洁我们的皮肤。重点，它里面的成分是海藻糖，也就是生命之糖。那它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肌肤的保水，还可以增加肌肤的弹性。那海藻糖呢，它里面的成分主要就是它是一个深海的藻类。那深海的藻类呢，它的活性度很好，所以呢，在第一个步骤化妆水的时候，我们皮肤就达到了一个保湿，哇，你会觉得皮肤是真的有弹性的，而且呢，它还可以平衡 pH 值 5.5 到 6.5 之间，它跟一般外面的化妆水真的天差地别。好，那接着使用方式呢，就是我们用很薄的化妆棉就可以了。我是使用蓝韵的，然后它有我把它撕一半。那用的时候呢，就是大概化妆水的50元硬币大小。那使用的时候就是轻轻的顺着肌肤的纹理擦拭鼻子、鼻翼、鼻沟、人中、下巴、脸部，一直到耳朵的前面，不是耳朵里面。好，下颚、下脖子。锁骨，我如果还有一点的话，我就会锁骨、前胸都不要浪费，这样就完成咯。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擦保养品了。你看我现在才刚擦完化妆水，皮肤这么的亮，这样喜欢吗？是不是我自己都很喜欢欸？ OK 啦，先介绍到这边咯，拜拜。